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好，我们继续后面的剧情吧。嗯？おおい、キカ、あの箱の中に入っているモフモフは何だ？卡克的视线所瞄到的是夹娃娃机。夹娃娃机里面有个卡克身长相当的兔子玩偶。那应该是游戏的奖赏。你想要那个吗？いや、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が。あまりにも可愛すぎてな。少し気持ちが揺れ動いてしまった。那不就是想要的意思吗？我只是听到他说我很想要，只是用一个迂回的说法罢了。虽然我也不是很会讲，不过既然是卡克尔想要的，想要看看到底是无妨。哦，竟然一次要1000日元？夹娃娃机有这么贵吗？おい、無理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どうせ持っていても。あの大きさだと置き場所に困るだろう。对哈，说的也是。我就被卡克这样的说服了。这1000元实在太贵了。如果把夹子卖的钱算进去的话，不如直接买比较便宜。如果都来到这里不玩一下，实在说不过去啊。既然都来了，想要来玩的一样样。格斗游戏对卡克来说有点太难，因为游戏又聚满了各个高手玩家。想试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气球店的话应该行吧，如果卡克认真起来的话，恐怕整个台面都被他粉碎吧。轻松的玩一下应该没有问题。我来问一下卡克。卡克站在娃娃机前面一动也不动。可愛い。卡克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当他后面敲打一下夹娃娃机上面的奖品是个可爱的兔子钥匙。良心金额，要不要试试看？いいのか？当然可以啊，自己赚的钱当然可以，没问题。そうだったな。物は試しというやつだ。卡克高兴地打开钱包，拿出100硬币投入游戏机。随着轻快的音乐，机械手臂也开始运作。これを押せばいいんだな。操作台上有操纵机械手臂前后左右的移动钮，是最基本的那种夹娃娃机。卡克一开始就已经熟悉这机器，不过夹不夹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ここだ！看着时机，按下按钮，机械手臂停住后向下伸爪，夹入了兔子钥匙圈。但是，ダメか。都什么都没有加成功就结束了。なかなかこれは難しいな。也才第一次玩而已，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接下来再试几次应该可以成功。そうか、そういうことなら。卡克又再度从钱包里掏出100元。おおよそのやり方は分かった。全力で取りに行くぞ。卡克开始专注夹娃娃机上。10分钟后。一次都没有加成功，想蛮顺的说，结果还是没有想到啊。もうお金が。卡克的钱包中也不像任何100元硬币，卡克各自自己继续尝试，脸上印着满脸失落。我知道了，这次换我试试。我和卡克交换位置，这次换我来。刚刚夹的位置都很好，我女在没夹上来的时候，总是会松开。再尝试过几次，不过最后就遇到这么失败。妈的，这个机器爪子本来这么重啊！这趟100元硬币没剩几枚。無理は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ぞ。ちょっと欲しかっただけなんだからな。我担心的样子，实在让我面子抱不住啊！不行，得继续，得继续。等到现在，不继续下去不行。以前的江湖阿姐，就是100元全金了。我都要将那钥匙先弄到手，发下豪武的我立刻展开了行动。好，这边应该也是选一。静下心来，想想本来不是说特别的在行，第一次玩就想出手，至今不曾靠自己的实力拿过奖品。不过对朋友，有朋友对这个非常在行，想到底怎么做，这样的话我应该也可以。自己写的弱点大概已经知道了，这可是刚400倍累积而成的经验谈。
这是锁定部分钥匙圈的标签，绑定位置，放下抓锁。很好，爪子顺利勾住标签，缓缓地将钥匙圈勾了起来。保持这样，这已经我最后一招了，接下来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一心祈祷着不要中途掉落，双眼注视钥匙圈的移动。终于，钥匙圈掉入洞口了。洞的医生落在取口，将它取出来之时，向塔克做出胜利的手势。太好了！すごいじゃないか！塔克很高兴，还有机长看到我手上的钥匙圈，终于让他看到我好的一面了。如果是这样失败的话，总是没有脸在面前展现自己的。我已经受过好多次帮助，只换我回报点什么了？无论是老虎越狱事件，还是汽车暴走，相比起来，这实在算不了什么的事。実に見事な集中力だった。イ君、やはりやるときはやる男だな。被塔克这么一称赞，感觉自己好像有什么不一样的。虽然很开心被这么称赞，不过还是在意看自己的钱包。一把银币只剩下一枚，虽然有换钞的机器，不过这样可就没限度一直投钱了吧？我觉得下面真的太好了，只是因为奖品挖而搞到无法维持家计，未免太丢人了吧？凭着自己的信念拿到奖品，也算是好结局啊。キ君の執念勝ちだな。也没有那么厉害啦，说的好像很帅气一样。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将刚刚拿到的钥匙圈交给塔克。自己用手得到的奖品，虽然只是兔子钥匙圈，却看起来比其他奖品更可爱，更让人想要好好的珍惜。塔克像少女般，眼睛闪闪发亮的看着钥匙圈，看着他的笑容，刚刚努力就像是得到报酬一样。おい、キ君、このウサギどうやらつがい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だぞ。啊？ほら、見てみろ。2匹のウサギが抱き合って。卡克将刚刚拿给我看时，金属声清脆的响起，手上的钥匙掉到地上，原先一对的兔子被摔成两半。那，壊れた！キ君の努力をもう無に消すとは、なんという不覚！く、殺せ！卡克看似很落寞，我感觉不像是摔坏的样子，直接看到分开的另一面，原先是可拆分的设计。哦，这应该是情侣用的钥匙圈。カップル？どういうことだ？就是恋人各自拿走一半，就像纪念品一样。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てどうするんだ？何かの魔道具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のだろう？无论到哪里，只要看这个信物，就能够想起另一半。完全不是什么魔法道具，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点不害羞的，不禁将手捂住自己的脸。虽然自己觉得回答得很棒，不过我这么一瞬间想挖个洞将你埋进去，然后卡克却毫无反应。我将手慢慢从脸上移开。怎么了吗？这么安静？どこにいてもお互いを思うか。然后又将我的话说了一遍，哎，这真是有个害羞的，连我自己都感受到脸红起来。卡克却未对我的反应做出任何回应。キ君、これを。卡克将钥匙圈的一半交到我手上。啊，这是。キ君に持っていてほしいんだ。受け取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か。卡克带着有点害羞的表情直视着我，虽然说没有感到疑惑是骗人的，不过要拒绝他这件事更是不可能。当然愿意啊，不过真的可以吗？キ君だからこそだ。卡克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我点点头，伸手去拿那一半。これで私たちはどこにいても互いを忘れることはない。そうだな。谢谢。それは私の方から言わせてくれ。キ君に出会えて本当に。卡克说话，话说到一半停住了。卡特，那表情突然一变，就像是刚初见面时表情一样，目不转睛瞪着游戏场外。この気配、間違いない。キ君、すぐにこの場を離れて遠くへ逃げろ。等等，发生什么事？至少和我说一下啊！突然让我离开这里，没有理由的话，是不会贸然移动了吧？卡克了解到我的困惑，冷静告诉我：膨大な魔力を感知した次元転移の魔法陣がこちらの世界に出現したようだ。
换句话说，这是有人转移到这个世界的意思。反正从反应来看，看对方不是个讨喜的人。この魔力の気配は忘れるはずもない。この世界に出現したのは暴龍ディアブロだ。不是开玩笑吗？暴龙魔，这名字好像哪里听过。卡克世界中所谓的灾害级怪物，也是对着卡克来到这世界的怪物。那么这种卡克在身边战斗的怪物，过去的牢还是亲自接量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世界？私を追ってき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卡克默默喃喃自语：为什么卡克？难道说卡克之所以会到这个世界，也是因为那个怪物的影响？だからこそだ。こちらの世界には魔力がなく、私の魔力回復は見込めない。それに騎士団もなければ宮廷魔法使いによる援護もない。奴が私を仕留めるためには都合のいい条件が揃っているんだ。换句话说，为了百分百打动你，故意把你送到这个世界。我光想就觉得不寒而栗。这样我这么大了，你其实精心策划的怪物啊！不然我这个名字，天下只会令我无力，不会让我怪物。刚才并不是这样的。考えてみれば、あの虎の事件もディアブロの策略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我说你有魔力，我感觉魔力对吧？算是平庸落寞，不要这么阻止的话，恐怕会牺牲的出现。ディアブロが小さな転移ゲートを開いて、あの虎に魔力を送り込んだのかも。この王女做这种事，全是为了冲着卡克尔而来的吧？私の回復具合を見たのかもな。魔力が戻っていなければ、よしやすいとでも思ったのだろう。魔力现在身上应该恢复了一点吧？前几天的接触中。卡克曾说我身上得到平时两成魔力，奥罗姆可以咬定卡克身上不会有任何一点魔力，在失踪的情况之下，一不做二不休的前来解决。卡克摇摇头。この程度の魔力ではディアブロとその軍勢を相手にはできない。卡克边说着边确认自己身上的装备，准备向游戏场外移动。キ君は離れていろ。ディアブロの狙いは私だ。奴はこちらの世界には興味がない。私を倒せば元の世界に戻るだろう。卡特。心配するな。私とて騎士団長、簡単にやられはしない。虽然卡特嘴上这么一说，不过他就抱着准备要去牺牲的心态。我绝对不能容许他就像白白去送死，不能去。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牺牲是不对的。時間がないんだ。奴らの気配が濃くなってきた。じきに現れる。キ君には生きていてほしいんだ。分かってくれ。怎么可能有办法理解？卡克对我是最重要的，回来原本的世界也没关系，只要健健康康的活着，那就足够了。我敢控制自己高昂的情绪，我知道卡克的表现，近距离的吼叫着，我无法认同。我希望卡克可以幸福。キ君，私は。就在那一瞬间。我在卡克的身上碰触到的地方，出现了微弱的光。我好像在那里看过这光，对，这就是卡克刚来到这世界时所见到的光。身上的魔力。まただ。また魔力が戻っている。え？しかも今度は時間を置かずすぐにだ。なんだこれは。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和我有所接触，就能恢复魔力这件事，这我倒是明白。不过当时必须经过授课才能恢复魔力，但是这次就是立即恢复，这究竟会变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会影响魔力的恢复？啊，虽然也搞不清楚，不过现在卡克必须要迎接那怪物的话。卡克，如果有什么会做到的，尽管开口。虽然实际无法战斗，不过若是要需要恢复魔力的话，那我倒是可以做到，即便只能帮到一点点忙，但也在所不惜。卡克听到我说的话后。深深地看了一口气。キ君を巻き込みたくはなかった。现在不说这个话的时候。分かっている。少しだけ力を貸してくれ。我点着头，紧握着卡克尔的手，将魔力注入他的身上。卡克尔魔力输出就得靠肌肤之亲才行，也不是说现在才感到很害羞，不过说不紧张是骗人的。我把我身上的魔力全部传给卡克，顿时一股疲惫感而来。虽然对于魔力也不是很了解，不过人会累也是正常的。
三角主席怎么样？すこぶる好調だ。キ君のおかげで以前の全開時よりも魔力がみなぎっている。むしろこれほどの魔力を私に渡したんだ。キ君の体調の方が心配だぞ。没问题的，只不过感觉有点贫血而已。像我精神上还撑得住，不至于会一颗倒下。赶快带着一副吃惊的表情。大したものだな。キ君の魔力は無尽蔵か？もしかすると、キ君の祖先はただの魔法使いでは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を調べる方法がないのが惜しいな。ここからは私がやる。キ君はここに隠れていてくれ。不，我要去。宗佩娜一个人去付这个钱。足手まといだと言っているんだ。キ君に魔法の素養があっても、訓練をしていない以上は戦力にはならない。戦いになれば、キ君をかばう余裕はない。私はキ君に傷ついてほしくないから。我听说完后，咬紧嘴唇。頼む、逃げてくれ。卡克真诚拜托了，赶紧离开。我看卡克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为什么卡克要我？只有你，自己才需要背负这么多的义务。对，趁接到学校一半就跑。不过不是恢复卡克魔力了。这战斗的中途，有可能耗尽魔力也说不定。我来卡克的身旁，轻轻触碰你就能恢复魔力，不是吗？虽然可能在战斗上很废，不过恢复魔力上可是很有用处的啊。卡克看着我笑着，听到这么一说，我这才发现我的双脚正不停地颤抖着。本来想好好地展示自己的英勇，没想到却如此尴尬。我才不感到害怕，我是说真的。意地を張らなくていい。私だって怖いんだ。我突然听到他这么一说，不禁瞪大了眼睛。卡克会害怕，身为骑士战过无数的他，从没想到他是会害怕的人。他也是会喜欢可爱的东西，从没看过他站起来的样子，很难想到他害怕的样子。卡克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两手一摊地说道：“私だって人間なんだ。恐ろしいと思うことくらいはある。それに。”今回は仲間の騎士団や宮廷魔法使いたちの援護もない。今の私の味方はキ君だけだからな。事实上确实是这样，以前卡克肯定会和自己的伙伴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备迎战。最后是两败俱伤的结局。虽然恢复了魔力，不过却没有打赢的胜算是吗？普通ならな。ただ相手も万全の状態じゃない。ディアブロは転移魔法で膨大な魔力を消費しているはずだ。そこに付け入る隙ができる。原来如此，他就算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办法恢复魔力。引き連れてくるモンスターにも限りがある。千を超えるような大軍勢を転移させることはディアブロにも無理だ。卡克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いずれにせよ、短期決戦になる。モンスターの軍勢をすべて相手にしていてはこちらが持たないからな。さっきは逃げてほしいと言ったが、正直心細かったんだ。キ君が共に来てくれると勇気が出る。我知道了，这就是我想要和卡克一起作战的初衷。一想到这个卡克会遭遇危险，我就不再感到害怕。那叫我先在哪里？この町の上空だ。すでに次元の扉が開かれた感覚がある。这样的话，就不得不很快了。我在帮忙。到底长什么样子？不过不管怎么样，今天要出严重，肯定造成大骚动的。その心配はない。え？この近辺に結界を張った。結界の内側にいた人間も認識誘導で結界外に出してある。这么一说，有一场面已经见不到任何一个旅客了。什么时候的事？こちらの人間は魔力がない以上、魔力に対する耐性もない。認識阻害や認識誘導は簡単だった。卡克用我骑士的手掌，让我感受到魔法的恐怖威力。如果这种力量被滥用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会大乱了。不过趁此机会见识到这魔法威力，也算是三生有幸。多亏卡克的魔法，这样提前阻止这场骚动。这样的话，找到那家伙就行了吧？啊。卡克有气无力的回答。キ君に一つ話しておくことがある。敌人都快要来了，怎么还有时间说其他的事？看着卡克奇妙的神情，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啊！いくらディアブロを倒しても、モンスターが消滅するわけじゃない。後始末を考える必要がある。
散歩处理。ディアブロを倒すことができたら、私は次元転移の魔法を発動させるつもりだ。モンスターどもを引き連れて、私は元の世界に戻る。这样吗？其实你早有预期那天会和卡特尔分开，只不过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那这个意思说，即便是输或者赢，我们都要分开，对吧？即便战胜那家伙，卡特尔会回到原本的世界。同样的，如果输的话，就会死去。那最后得分开，这个事实太过冲击了。だから、最後に聞かせてくれ。キ君は。私をどのように思ってくれているのか。卡克拿出半边钥匙圈，钥匙圈另一半还在我口袋中。卡克握着钥匙圈，瞪着我回答。好，这边有三个选项，就是三个结局。我们先选快结局。应该说，我在那边先断掉好了。然后我这边三个结局不同的剧情给大家看，好不好？我们先录第三个结局。那这部分瓦西这部分的事件先到这边好了。喜欢频道，请按下订阅按钮，给你当这个追踪 IG、FB 啊，继续。谢谢大家这个收看，拜拜。